内海的生态将一定要被珊瑚礁被遗忘吗？但现在的农场，全世界海里面的问题都藏在了活动的地方。山路我超爽，你看几乎每周。啊，我要录哦。啊，可以啊。哎呀，唔去录哦，你就准备好啊，唔去录。你看这个太太多好，要带太太出门，以后就是要带太太出门。那可以好办吗？坐下来，然后捏着你的鼻子，臀部带一下就下去了。飘啊，太冷了，多热啊！飘起来了，就这样。啊，这样就洗干净了。就开始洗啊。哦。哇，对，床上睡觉。面那是个细细只，迄面个高足济，面个长长的。边啊，耳仔头前。鬓角，两边的鬓角，他们两个就都会爬。嗯，对，他们有氧的，上去很快。
但是两位如果那个平常不穿三太阳，不要晒太久，一下就会那个啊。平常就是在游泳的人啊，他有救生衣他反而不会游。啊，好棒啊！拜拜，你感受一下。
对，有水流，所以才更多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太里面，我们要走。走高的我走。你看看没有陷阱？姐姐，呀，要注意一下。要帮他拍一下。不是啦，我是说拍那三个人在主板上。Thank you.
该是爬绳上去的。对，现在还好一点，还有楼梯。以前没有爬绳子。5年前才坐楼梯的，对。然后那个酸痛，所以你还要自己背酸痛，对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没进去，我们在外面那个看板拍到照也好了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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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我有人厉害，就Thank you.
真的假的啦？为什么我都没重量？差不多。妈的，这是鲨鱼哦！哇！真的假的？哇！妈，没事吗？哇！两个哦！鲨鱼呀！来，我姐姐也在。加油！这好刺哦，可是很滑哎。好，走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好啊，你好。还有一个。好好